大家好，我是阿东啊，我是陈月栋。今天是我捐会第999件，赞，顺利完成。今天是陈月栋捐血第999次，顺利成功完成。捐会赞，大家来捐会救人哈。功德大家做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带大家来去迄个吴园五园吼，是民权路遐，迄300年的古迹啊，对于郑成功的时代、甲清朝、甲日本时代、甲晋吼，五园迄苏州式的天衡吼，苏州庄园，在台湾的苏州庄园，很好的、很好的古迹，我们等一下就去。吴园吼，来去看一下江南风景，赞哦，关会哈。咱即马来到台南市的五园，哦，五园，伊头前是巴洛克的迄个罗马式的建筑，欧洲式的，后边是迄个苏州式的。迄清朝年间吼，300年前，请苏迄个杭州、苏州迄边的师傅吼，来设计来起的，吼，啊，咱等者，就会过来迄个。所江南这个天衡吼，这个花园来看卖，啊，即马先看这个，这是大厅，是迄个巴洛克吼，巴洛克迄个欧洲式的建筑的大厅吼，啊，台南市的五园吴园哈，介有名吼，啊，大家来哈，来台南佚佗，啊，关怀哦，关怀救人哈，赞。